子修一下，后面号牌灯坏掉了哦，要记得去修一下哦，好不好？你酒什么时候喝的？刚喝的。我巡逻员警行经新城乡民友路与花酒巷口，看见一名红姓男子骑乘普通机车啊，因为车牌号灯故障未亮啊，于是将他拦下啊，盘查时闻到身上有浓浓的酒气味啊，经检测值高达0.52毫克，那警方依公共危险罪侦办啊。另外，红男友人邱男啊，听闻红男酒驾遭警方查获啊，于是骑乘机车啊前来派出所探望红男。那警方与邱男对话时发现他身上有浓浓的酒气啊，嫌有酒后驾车嫌疑啊，经酒测值啊高达0.84毫克啊，警方也依将邱男依公共危险罪侦办。